史莱姆大集合。桌上这些史莱姆呢，价格从台币28块到台币78块都有。那这个呢？那一个是38元的，38元。嗯，这个是我觉得 CP 值超高的，你看好痛，那个的脸变很好笑。这块是里面最便宜的。28块，而且它很透，好可爱的盖子哦，易开罐的，不粘手哎，而且它很软，哎，你看好透哦，像一颗饭团，不错耶。借我一滴神秘药水。好啊，这样够吗？够了。你的手捏史莱姆，等一下，我帮你把它捏掉。我的黑暗宝石超级系列超级系，我发挥力量，用镭射光统治的王国，呀呀呀呀！好可爱，哇！拜。啊，你看，耶！它可以拉好大、哦。你也要拉布吗？黑暗拉布，黑暗拉布，好可爱，好像戴面纱。嘿，嘿，好，接着我们来拿这一盒，恩恩很喜欢的小黑炭，它是长这个样子，它其实蛮多颜色，但是我觉得黑色很特别。金属光泽，它好像轮胎皮哦。那是两颗眼睛嘛？你的眼睛垂下来了，嘴巴歪了。这戳声比较大哎，哦，好棒！两个颜色，一盒台币38元。把它先拿出来。透哎。这是另一个，你要不要开紫色的啊？哪一个紫色的？紫色的。等一下再开，我先开这两个。好啦，我们先把它收起来。这个好哎，我喜欢，大推。这个是38，它里面是有很特别的珠珠，但相较之下，左边的就很大盒。好，来开这一盒。给我先人找一颗。好，我帮你拿，这颗给你。给我，拿给你。要乖乖吃饭呢。我知道了。对，就先扔掉。我剩一颗，我好可怜啊！噔噔，不给我。不要。我喜欢这个哎，这个比较不粘手。我们来比较一下，因为这两个都是38块。这是这样，这是这样。那你喜欢哪一个？这个，这是起泡泥，是白的，已经分两层，上面应该是轻粘土，帮忙搓。嗯，很粘怎么办？加小苏打水。好。然后很硬的话加。加什么？不粘油。不粘油。好像没变呢、欸，有变大吗？倒是很黏我的桌子，一样也是38元的这两盒。
吸管叉子、小汤匙，它这一盒好像是轻粘土，你要摸看看吗？哎、欸，好好玩哦！然后会缩回去，慢回弹的史莱姆。然后它这边有附一球轻粘土，还不错哎。一次两颗，好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压扁扁，把它磨去哪呀？柯基蛋。这个是58块的，它肚子有点断掉了。对，它是附一条贴纸，哎，好可爱，难怪是黄黄的。这个好像也是奶油史莱姆，好可爱，变立体立在旁边。家的时候有用一个飞胶贴，这个呢叫透气胶布，药局应该都有卖这种。我们来测试它可以起泡到什么地步。粘住我的桌子了，呀！我把上面史莱姆烤起来了，现在跟我的桌子合为一体了，连纤维都撕起来。我本来以为是我上次买的那个胶比较黏，没想到我后来用这个也是一样。58元的，好像养乐多，先把它拿出来，好 Q 哦，没有搓身。我好喜欢这触感哦，很像抹吉。这两盒都是78元的史莱姆，这是果酱泥，这是假水，里面还是可爱的小动物。出水了，连我的汤匙都很黏。我们还有最后一盒，直接掉出来了。
最喜欢哪一个？小青蛙。